弟兄姐妹早安。早安。我们把这段时间交给我们的主。我们天上的父亲，我们谢谢你，你是爱我们的神，你是关心我们的神，可是你又是又大又伟的神，你是创造宇宙的神，你是击败埃及的神，你是控制历史的神，你这个超世界可是却认识每一个人的神，这个能力，这个伟大，这个爱心，我们是不只是佩服，而是赞美，而且是感谢。谢谢你，把这段时间交给你，因为这是你的时间，这是你的教会，这是你的人民。祷告父就是你求的。阿门。我们今天是游览旧约第十，我们现在看的是逾越节救恩的意思。我提醒一下大家，我们开始之前先提醒一下大家，我们在旧约里头，我们现在看旧约里头有分很多不同的文学类。然后呢，这一类之一是基要历史。基要历史，你从创世纪第一本书，旧约第一本书创世纪开始，第一章第一节，一直直接看到列王记上下，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里头呢，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是创世纪一章到十一章，下面是十二章到结尾。一章到十一章呢是世界问题的来源，十二章到结尾呢是神的对这个问题的反应，他的回应，他建立的以色列王国的历史。从呼召亚伯拉罕到整个国度被巴比伦掳去到巴比伦帝国毁王国的毁灭，这个反应，这是旧约的历史的剧情。那这创世纪，我们其实这地方我们看过了，我每次提醒大家，我们不要忘掉一章十一章的剧情如此。神创造天地，是地是宇宙的皇，神是宇宙的皇帝，他创造人为管理地球。在伊甸园里呢，神与人是和谐的一起生活，可是呢，人选择他们自己的统治，他们不愿意听神的话，神和人，人和人和人和地的关系就破坏，罪呢败坏人与地呢，神拯救挪亚和他的创造，最后呢，人类腐败宗教，用神的名来追求人的目的，神就把人类的语言分了，造成不同的国家与文化，造成一个背景，可以开始立他的国度，这是一章到十一章的剧情。我们看第二大段的时候，从创世纪十二章到列王记下的剧情。神呼召亚伯拉罕，要立他为大国，祝福王国。你说这是神的反应，他要立一个国家来祝福其他的世界的国家，挽回人心，要大家都开始重新建立的神的国度。亚伯拉罕的信心，神与他立约，他的儿子。从他的子孙开始，他的儿子呢，他的灵性盲目威胁约民的未来。雅各学习放弃自己的能力，依靠神。犹大为弟兄牺牲自己，显出王位的资格。这些都是在创世纪最后面部分的结尾部分。我们看到与神立约的人是有什么样的性格？他们是学习祷告的，依靠的，他们是信心的，他们是牺牲自己的人。然后呢，创世纪结尾呢，神的约民已迁移到埃及，被埃及人奴化。然后呢，我们上期看到是神解释耶和华的意义。那我想提醒大家，我们上期谈到的，因为今天我们要重新继续谈这个题目，耶和华的意思哈。在圣经时代，名字有两种功能，名字不只是指出一个人，不是说哦他的名字叫什么，而他显出这个人的性格和命运。这是旧约，我们现在。我们是中国人取名，这其实我们中国人对这很容易了解。美国人取名是好听的 ，Michael 什么意思？不知道。John 就是 John， 他这是一个好名字哦。通常的取法是哦，你爸爸名字就叫，你就你的儿子名字叫，或者你的爷爷名字叫，你叫 John， 对不对？名字好像不太谈意思，可是中国人我们取名字，对不对？每个名字它都很特殊的，都是靠意思而取的。这个比较跟旧约很相像，他们旧约取名字的时候呢。很思考这个名字的意思，而且跟这个人的命运和他的性格要对在一起，而且如果这个人的命运性格改变的话，要换名字。因此我们在创世里头看到说，亚伯兰这个人，原来神呼召他名字叫亚伯兰，亚伯兰名字是至高的父，他是一个我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神把他换成名字叫做亚伯拉罕，阿伯拉罕变成是一个多国的父亲，他的命运改变。命运改变，对，名字与人的本质相连，知道一个人的名字相当于参与一个亲密的关系，因此把名字给出去很重要，
因为你把名字给出去，他就可以呼叫这个名字，你就需要反应。我们就说这个很奇怪，可是把名字给出去，好像就立了一个关系一样。了解不了，我知道你名字，我可以叫你这个名字，你就需要反应回来。如果我不知道你的名字，我就没办法呼唤你。我说嘿，你就可以不理我，对不对？你走过去，嘿，你不理我。可是我说嘿，上河，转过来，对不对？没办法，因为你名字被叫了，人家知道你名字，就有这个关系含在这里头，你就非转过来不可，对不对？神把自己的名字解释他的意思，他的性格出来，而且把这个名字给他的约民，他给跟他立约的人民说，你们可以呼叫这个名字，我们有这个关系，你叫我，我会听，对不对？这是一个这个名字的意思，因此他愿意邀请人参与一个亲密的关系，你认识我，我也认识你。这是这个意思，不是知道神，而是说我们两人可以互相呼你的名字，你可以呼我的名字。这是名字的意思。那我们上星期我们看到名字什么意思的，我们用摩西那个出埃及记第六章，我们谈到说，那时候摩西被呼召回埃及，要把人民从埃及拉出来，要挑战那我们的超级强国。对不对？世界上的超级强，埃及是世界上的超级强国那时候，然后呢，要挑战他，然后神对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曾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都是他们的老祖先，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他我的名字耶和华，他们是不认识的。这个很重要。他们经验的是全能的神。我上星期谈过说，全能的神的意思，我们觉得全能神不错，听起来蛮不错的。他是翻译那个希伯来文的 El Shaddai。”他这个意思是一个家族性的神， okay? 太太不生孩子，帮你生，对不对？如果那个侄子被人家抢走了，救回来，对不对？这边被人家欺负，神帮个忙，人家要攻击你，神给他一个梦，吓唬他，吓一吓他就不打你了，不跟你吵，是这种情况，是一个家族性的神。他们的亚伯罕、以撒、雅各，他们经验到全能神是能够。对，说对付家族性的问题，现在我们需要一个另外一种神，耶和华。上次我们谈到耶和华的含义是，我就是我，我爱做什么做什么，我就是我。OK， 不要谈，我这是意思，我就是我这个意思。我没有，我不需要管任何东西，我想做到就做得到，任何东西我可以要做到，我都可以做得到。他们不认识，对不对？因此我是耶和华。我要把你们从埃及人的重担，把埃及人化掉，把我要你们从世界上最强的国家底下的重担救出来，要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奴役。那你说哪个时代？现在是美国，哪一些是英国？再过一些，有些是中国。我要你们从任何地世界上最强的国家的他的压迫底下救出来，我要跟世界的权柄直接挑战。对不对？我要惩罚他们，因为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是可以这样做的，对不对？结尾是，我是耶和华，这句话要出现很多次。这是上星期我们看到的，对这方面有没有问题？奇怪。回来了 ，OK。啊，有没有问题？上次有没有问题？就上星期我们看到了。好，那我们今天开始看的时候，我们今天开始看这故事继续下去。耶和华与法老的对立，第七章，耶和华对摩西说：“看来我使你在法老面前好像神一样，你哥哥亚伦要做你的先知。”那是这地方先知是等于说是发言人。摩西当个神一样，他的哥哥当亚伦当发言人一样。我吩咐你的一切，你都要说。你哥哥亚伦要告诉法老，法老就要让以色列人离开他的地。我要使法老心硬，我也要在埃及地加增我的神迹奇事。可是法老不听你们的话，我必下手击打埃及，借着严厉的刑罚，把我的军队，把我的人民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我向埃及伸手。把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呢，埃及就必知道我是耶和华。
那这句话呢，我把这句话种下来，他看神的他的计谋是什么？他的计谋是呢，他是要让法老让以色列人离开这个地。那像说，那有什么别的办法做？你可以偷偷把他们打走，对不对？你可以把他偷着，他就可以偷着离开，或者是你可以让他说，我们就跟他竞争抢着离开，而不是神的计划是呢，是要法老让他们走，愿意让他们走。那为什么这样做？对不对？为什么这样做？那这样做的时候呢，等于说是一种挑战性的逼，就好像是逼着那个法老要意识上投降一样，对不对？他需要完全放弃，完全投降。这是神的计划，为的要什么呢？要击打埃及。他选择一个最困难的目标，因此借这个借口要打埃及，要攻击埃及。因此我要在埃及上加增我的奇迹奇事，我也下手击打埃及，借着严厉的刑罚把我的军队领出来，对不对？它是一个攻击。那这个攻击性呢，是为什么呢？我们记不记得刚开上星期我们谈的时候呢，埃及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家，对不对？记不记得他们是一个要屠杀犹太人的国家，他们是一个惧怕这个犹太人，因此呢先开始工作把他们累死，把工的要累死，可是这个没有成功，最后怎么样呢？要杀婴孩，对不对？杀婴孩没有成功，怎么样呢？现在是看到小男孩子就把他扔在海里，所有的埃及人的命令，这是一个屠杀民族的一个国家，可这些人民，而且不只是法老，而是他的人民也在一起这样做，这是一个残忍的一个事，是一个社会。神，因此我们说我们谈公义的时候，我们喜欢说公义的神是爱，我们想谈神是爱，那神是爱，就我们看到神处罚的时候，我们好像不太舒服，说这个不好。可是，在不义不公正的社会情况下生活的人，他们呼喊的不只是拯救，他们呼喊的什么呢？公正。神需要有处罚才能立公正，才立公义。那这个故事呢，从第七章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十大灾难。那我们今天我们没有时间看这段经文，我们去仔细看这段经文。可是我们这个灾难，我们可以看到水，他们河水，他们那个尼罗河变成雪，然后呢青蛙出来攻击这一块地，然后呢这是狮子，是不是？狮子出来咬人。然后呢，苍蝇，你说这些都是一个灾难，一个灾难，一个灾难，苍蝇。然后呢，瘟疫的杀他们的动物。然后呢，这个是疹病，是不是？疹病和脓疮在攻击人身上。Okay. 这些呢，到一个地步呢，就没有攻击到埃及，到犹太人。比如说由以色列人呢保护起来，其他的埃及人受这个攻击。是他们这个发生的时候呢，那个法老会说 ，OK， 你们可以走。然后呢，他们就停止了。那他又转变主意，又不让他们走。OK， 每一次攻击，日他完全投降为止。最后呢，冰雹攻下来，那荒虫黑暗，这个等于说这个系统呢，一步步一步的把整个埃及的社会，把他的经济能力完全毁掉，这是大大的处罚。最后呢，是投生的死亡，每一个家庭的投生的死掉了，动物、人都死。这是第十个灾难，这个发生以后呢，埃及的法老让他们走。Okay， 这是一个大大的处罚，埃及的埃及的国家，把它毁掉。这段经文里头呢，有两个句子一直在重复，一个是我要使法老心硬，另外呢，知道我是耶和华。刚刚你看过说我是耶和华，现在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先看这个我是耶和华的这个主题。耶和华这样说，看啊，我要用手里的杖击打河水的河中的水，水就变成血，因此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对不对？那日我必把我人民居住的地方歌山分别出来，那使那里没有苍蝇，为要使你们知道全地上只有我是耶和华。这个现在，如果你对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字意思了解了，那这句话的意思就出来了，这个神学的意思就出来了。如果只是他名字，那我是余明义，我是那没有意思，对不对？可是耶和华是
主全能，我就是我，我爱做什么做什么，我有那个完全的能力，我可以击败最强的国家，地上的权柄跟我比不上的。OK， 这种能力，他要让他们完全了解，使埃及知道，全地知道，使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我要审判埃及，审判埃及的一切神理，我要审判埃及，这是神旨是吧？神旨，我要审判埃及的神。你说埃及有神？他们拜他们的神，因此攻击他们的地，攻击他们的国家，是打击他们的神。Okay， 我是耶和华。你们拜那些神都不是，只有我是。埃及人知道我是耶和华，埃及人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个句子一直在出现，一直在出现。Okay， 那这句话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我们说实在，我们现在谈这个整个这个旧约这个故事，是神对人类的叛逆的反应。人怎么能相信神？对不对？基础是什么？第一个基础，他能够做得到。他是一个说话算话的神，他能够有这个权柄。因此，人类，我说基督徒，我们是跟从神的，我们是他的约的人民。我们跟神的关系的基础呢，是相信他能够有这个权柄，有这个权柄能够做得到，这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那救恩的基础是这个能力，因此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那这个地方我先说一句关于这个这段经文，经常有人问的问题，我先贴下来回答啊。很多人说，那信心，如果这种情况下信心比较简单，对不对？因为我们看到了神迹，对，看到。那我们现在有不是说看不到神迹啊，看到神迹比较少，对不对？是有些人得医治，有事情发生，我们有些人祷告，这个神回应，可是没有这种神迹。我们想多看点这种神迹，那我们信心就增加了一点，对不对？这是一种，我很多人会这种思想方法。那我觉得这个思想方法其实，一方面是对的，一方面是很合理，可是另一方面是对我们人对自己人类的的个性没有了解。我们以为我们是理性，我们认为人如果给我证明了，我就相信。哎，可是这不是的。我们相信的，我们不见得会去做；知道的，不见得会去做，不见得会行出来。我们回到这个故事一下，好不好？这个故事，我往前看一点，往前看到埃及，看到出埃那个出埃及记后面一点，他们这些以色列人看到这一切神迹，他们看到神的解救，然后呢，最后呢，他们一到跟神的地方呢，他们就怕了，而且反叛神。Okay， 这是圣经的故事。看到神迹的人不见得相信神。Okay， 你可以说这不是我，我看到神迹我一定相信。你可以这样说。Okay， 可是圣经的故事不相信，圣经不相信这个，圣经不教这个，圣经不教看神迹相信神。Okay？旧约里头看神迹的，尤其以色列人看神迹的看了一大堆，不相信。你跑到新约看神耶稣的神迹看一大堆的，不相信。他们要更多，这个不够，这个也不够，再多。Okay， 神迹只是一个启发点，不是一个信心的基础。信心基础不是靠神迹的。Okay， 不是靠神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圣经的故事。看到神迹的，看过神行动的人，相信的有一部分，大部分都不相信，大部分继续活他们的方法，继续活下去。Okay， 那你这个，我们可以以后再多花点时间谈为什么是这样子，人为什么是这样子，这个我们今天没有这个时间谈。Okay， 有什么问题没有？我是耶和华，神在这边立一个基础，他是能够打败埃及的人，可是这个故事下面会我们看到。这个基础不够，他的人民照样反叛，马上就反叛。同一些人看过神迹的人，马上反叛。认识神与神关系的基础，信心的基础是认识这个神与神有关系，
而不是看圣经。另外一部分，另外一个词出现了很多次，心理刚硬。看，神说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就不让人民离开；我要使法老刚硬，然后呢，反过来使法老就心里就刚硬了，对不对？神说我要这样做下去，他就会这样做。因此你说，你看第七章三节，我要使法老心刚硬，然后七章十三节，法老心里刚硬，就不肯听他们的话，就像耶和华所说的一样。对不对？这个法老这个问题，大家不经常会问说这个公平吗？对不对？这个、大家会问这个问题。我先提出来一下，我回答这个问题哈。他这句话出现很多次，我不把全念了哈，一直在出现这段经文里头，一直是刚硬刚硬刚硬，对不对？一直在出现。还没完了。他这句话出现了多少次？那，我先提一下这个问题哈，圣经里头，神保持这个权柄。如果你是一个坏人，如果你是一个没有人性的人，像法老，我们继续回到原来法老的政策是屠杀婴孩的政策。OK， 记住哦，抓住没有？这个人他决定他这是下一个法老同样的政策，要把这些民群杀掉。因此小孩子，你们所有人民把小孩子男孩子扔到河里头去，让他淹死。这是国家政策，这是国家政策。这种人神可不可以刚硬他的心，让他们多受处罚？这是一个基本公正的问题。如果你说这还是不公平 ，OK， 那你跟神的对公义的观点不一样，这没有关系。圣经教这是神说这是可以的，这是正确的。你说这个不公平 ，OK。我们观点是，人坏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神说我让他继续坏下去，这是处罚。你坏，我让你再坏下去，让你转不回来。你把自己坏到那个地步。我让你回不来，可不可以这样做？有没有问题？这方面是的。就是说，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样的人神认为他是已经坏下去了？我们就是说，什么样的人，我们觉得神会把他拯救回来，会在神会拯救什么样的人？我们认为神。对，说这是一个我们不能知道的问题，对不对？你说这是神决定，我们说是再坏的人，神都可以拯救，对不对？但是我们是你说神呼召很多人，可是你看这个圣经里头，我说这是一方面，神爱世人，他希望每一个人转变。可是你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有埃及的时候呢，有这种人用国家政策来屠杀婴孩，我说人性没有。你看到在像箴言这本书里头，他谈的是这些人，他们好像是他们愚蠢的人。他说你不要教他们东西，不要给他们教他们智慧，他转不过来。你教他智慧是浪费时间的，因为你只是打算我们就是对牛弹琴一样，或者是那不是他们说的是 pearls before swine， 把珍珠放在猪前面，猪不会欣赏珍珠，对不对？就是也有这种人，你转不过来，你跟他说话是废话，对不对？那你智慧的人就不跟他说了。因为你跟他说的话只会挨骂。那其实说圣经说我们怎么样，等于说这是一个 balance， 是一个 tension， 是一个问题。我们希望盼望世人都拯救，可是圣经的有这个 strand 这个主题出来说，好像有些人转不过来。你跑到新约里头去，你看耶稣他们说相信他的人得救，不相信的人他的罪已经定了。那好多人看到耶稣的神迹转不过来。可是转过来的人呢，他们就是好像有这种，心里有这种情况，那，你说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我们不能做这个决定，可是好像是有这种情况，人看到可是转不过来的情况。法老，整个埃及这个国家，你说实在，你他们用这些人。
当他们的奴隶经济上得到多少的帮助，然后呢再杀他们的孩子。这种制度人性没有，人性没有。OK， 第九灾难和第十灾难中间呢，神立了一个节日，叫逾越节。耶和华在埃及地告诉摩西和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每一年的第一个月，你们要告诉以色列全体会众说，本月初十。”他们个人要按着富家取羊羔，一家一只。如果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家长就要和靠近他家的邻居按着人数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的时候要按着个人的食量计算，你们的羊羔要毫无残疾，一岁以内的公羊，他们可以从绵羊或山羊里取。你们要把羊羔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体会众要把羊羔宰杀，是不是？他们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两边的门柱和门楣上，楣上面的人。当那一夜，你们就要吃羊羔的肉，所要肉用火烤，和无酵饼与苦菜一同吃，不可吃生的，也不可以用水煮。只能用火烤的，头腿和内脏都一起吃。你们一点也不可留到早晨，如果有点留到早晨，就要用火烧掉。你们要这样吃羊羔，腰间束上带，脚上穿着鞋，手上拿着杖，快速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在那一夜，我要走遍埃及地，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无论是人或者是牲畜，都要杀掉。我也要审判埃及一切的神职。我是耶和华，这句话又回来了。这血要在你们居住的房屋上做你的记号。我击打埃及的时候呢，一看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灾祸必不临到你们身上，毁灭你们。这是逾越节。以后这以后变成一个节日，每年的节日，他们纪念他们从埃及离开的故事。这个吃这个吃，他们这第重要的有这两方面，对不对？这个逾越节，这个逾越节有，对不起，我们先把这个经文看一下啊。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做王位的法老长子，直到监牢里面囚禁的人的长子，一切所有投生的牲畜都击杀了。在那一夜，法老本人和他所有的臣仆以及全埃及人都起来了，在埃及有极大的哀嚎，因为没有一家不死人。夜里，法老把埃及和亚伦招了来说：“你们和以色列人都起来，离开我的人民出去，照着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照着你们说的，连羊群、牛群都带着走吧，因为并且要为我祝福。Okay. ”埃及人催促以色列人要他们赶快离开此地，因为他们说我们都要死。法老投降。法老投降。那这个逾越节，有两部分，有杀羊和吐血，这是为了保护以色列人。那有烤肉、苦菜和无酵饼，是为了维持以色列。这个概念，杀这个羊，然后那个血放他们墙这个。门楣是不是和门柱上头，是一个记号，神的指示使者呢就逾越过去，对不对？逾越过去。那有些人说这个是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对不对？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反过来很容易了解是说，这是一个信心的工作，这是一个信心的记号，对不对？你相不相信神会这样做？你相信的话呢，你就会把血放上去；你不相信的话呢，你就不把血放上去，对不对？这是一个信心的情况。神有这个，神说这样这会发生，有些人说开什么玩笑，对不对？这是一个信心的反应，信心的记号。
第一部分保护，第二部分是维持以色列，有烤肉，有苦菜，有无酵饼。这下面几个，这是第三、第四、第五，是没有问题。这三部分烤羊、苦菜、无酵饼，它的这些，他们说有很多人有解释说有一些象征性的意义。圣经可没有这样写，可是以后有人这样解释，我把它写出来让大家看到。我不能完全确定这是他的意思。有些认为说烤羊是代表以色列的新生命，因为羊死掉了，对不对？羊死了，就是以色列的旧以色列死掉了，因此烤这是一个新的生命出来。有些苦菜呢，表示以色列在埃及受的苦难；无酵饼呢，是因为酵一直是有这个罪的一个象征，因此与埃及分别，然后信心生活与神为神分别，这些都是象征性，但是这段经文里头没有这样写，因此我不太教得很仔细。我说有人这样说，有没有问题？没有，现在停休息一下，停一下，有没有问题 ？OK， 是的，就是当时有没有犹太人不相信这些，没有没有写不知道，这里没有写不知道。他如果没有相他，你说你，我想我们考虑了，如果犹太人活在埃及中间，是不是有些变成像埃及人？很可能，因此有些会不会是互相婚姻就连在一起了？他们不想离开埃及，他们对他自己的人民没有那么的认同，对不对？他们不想走，会不会？对不对？那这也可能，对不对？这个等于说我们这个不太清楚。有没有这种情况？不知道，或者是埃及把他们分得很厉害，你们是奴隶，因此你们不会跟我们混在一起，会不会有这种情况？这个就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制度，不太清楚。也那个逾越节的羔羊的血，应该是预表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不是应该就这个我们等一下看这个问题，新约会提到这个问题，对。新约会提到这个问题，有没有别的问题？是的。如果埃及人听到这个，如果有些埃及人他也相信耶和华，他也按照这个上面说的做，对，他的长子会幸免吗？这个不知道，这个很好。可你要了解，这是一个双方面的，是一个保护。第二是他们怎么吃法的。站着吃的，对不对？他们是穿着鞋，拿着杖在那边吃。为什么？马上要走。你说这个节不只是说保护，而是说我们要离开。OK， 这个是一个惩罚，我们要走。整个这个就要抓住这两方双方面，不只是我保护我孩子，而是说我要加入这个新神的新国家，我们要离开，去一个新的地。要开始一个完全新的一个社会，一个那个一个新的，我说 enterprise， 一个新的计划，新的那个目的计划，对。因此，埃及人这样做，他们没有要走啊。除非要说我是埃及人，我相信这个神，我是以色列人，我完全参与这个人民。我觉得有可能他们都看过那个十灾了嘛，所以说我觉得你们的神这么厉害，我也相信。我觉得有可能，这个不是，就是没有写，一直不知道，这是一个问题。我们不知道，你说这是，你说这样问起来的时候很有趣的，你说是不是有些埃及人可以参与这边？他们说看这些人那么厉害，我要变成犹太人，我要参与。是以后旧约里头会记载有很多人。加入从外邦会加入这个民族的，让他们看到这个神，这是有的。这地方没有写，我不知道。好，那我们暂时离开我们退一步开始谈一下这个救恩的定义。我们说谈 salvation 拯救人民的定义，好，了解一下在圣经里头它定义什么。耶和华是救主，基础是神的全能，这个你看到了，基础是。你要知道我是耶和华，对，这个主题出现太多次，你看躲不住，我是耶和华是吧 ？OK， 我懂了，这是神的能力的基础，他能够救，他能够改变，他能够打败世上的权柄。Okay， 因此呢，救恩的定义在这个地方里头立起来，这圣经的救恩定义是从压迫中得自由。Okay， 压迫中得自由。
我不知道大家对救恩的定义什么比他的了解，在这因此我说有些神学上定义是救恩是得永生，对不对？不被神处罚处罚，这个定义是等于说是一个我们就是一个 derivative， 是一个相关，等于是一个 derivative 怎么翻的？衍生出来。圣经里头谈救恩的时候呢，都是谈这个，从压迫中得自由。这个定义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解救，另外是灵性解救。政治解救呢，谈强调逃出奴隶的制度。Okay， 犹太人在被压迫中间，奴隶下控制，他们可以逃离，这是政治性的解救，这是救恩 salvation。灵性上解救呢，是逃出罪和死亡的控制，与神重建关系的。这个定义是这个拯救的定义呢，就是双方面。OK， 教会历史中的问题 ，OK， 通常出哪里问题呢？通常不把两方面抓住，通常呢只用一方面或者另一方面。你要看到教会里头历史里头会说，我只看这个，或者我只看这个。他们现在我们有很多教会，他们很注重政治解救。他们说我们管的是能够把穷人立起来，奴隶救出来，我们注重世上人他们的自由。他们不谈灵性解救，他们不谈说这个世上最大的问题不是埃及，不是那个压迫他们的，最大的问题是罪的控制，对不对？因此这是他们看这个。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有很多教会呢，我们只谈灵性解救，我们只传福音。你们贫穷被他们压迫攻击，我们不管，我们只要给你福音，让你们死掉以后上天堂就好。Okay， 这也是错的。一个教会需要抓住这两方面，把它抓住它，抓住两方面。这个定义有没有问题？这个定义有没有问题？这个定义其实看起来蛮。这是很合理的定义，可是我知道在很多神学中间，他们会谈拯救，谈的是得永生，逃离神的审判。Okay， 我这里注重是逃离的不是神，神在救你，你逃的不是神，了解意思吗？这个分别很重要。圣经里头，神是救主。Okay， 不是从神中间救出来，而是从罪或者是压迫中间救出来。神是主角，他是英雄，很重要。好，如果没有别的问题的话，我继续看下去。好，我们看一下在救恩在圣经里的救恩的故事。创世纪的救恩，亚伯翰，神呼召他从乌尔出来，那个不是政治解救，是灵性解救，对不对？他在乌尔里头的时候呢，他们那边拜的是那些不同的那些神，不同的那些像月亮的神。他从那边出来的时候，神说你不需要拜他们那些神，你这是假神，要拜真神。因此你经验的是一个灵性解救，而不是政治上的解救。可是呢，他带着太太跑去埃及的时候呢，这故事你在创世纪里看到，他带他太太去埃及的时候呢，为了什么？为了有患难，对不对？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他们跑去埃及，然后埃及的法老呢，把他的太太抢去了，要当他当法老的太太，然后神出手救了他。那是一个政治解救，也是预表以色列的解救，对不对？雅各，神从拉班的手上拯救他，他的舅舅要欺负他，他把他救出来。政治解救是的，可是也是灵性的解救，因为他们说拜他们家中的神，对不对？他那个拉结把他们家中的那些偶像都带回来了，就是那个情况下，他们的灵性上面也有压迫，把他救出来。以色列的救恩呢，是政治解救，这方面是很清楚的。可是灵性解救呢，是政治解救的目的，离开埃及的偶像，在耶和华面前崇拜。对，他们不只是要离开，他们要去。神说你要把他带到这个旷野里头呢，在这个山上底下呢拜我，重新立跟神的关系，认识这个神。因此，政治解救呢，目的呢是灵性解救。有没有问题？那在现在这个时代，什么才能叫政治解救？能够举个例子？问得很好。
我现在正在看一些美国南北战争的书籍，在大家不知道对南北战争历史熟悉不熟悉？那时候差不多第十九世纪初的时候，美国南方是一个奴隶制度，黑人全算是奴隶，白人是超越他们。他们的教法，这些人是基督徒，他们的看法是说，神立黑人是为了要侍奉白人，黑人是比白人低层的。他们认为这是最好的系统，这个制度这个是最好的。他们用圣经给翻圣经给你指着给你看。在北方的，尤其在波士顿，尤其在新英格兰的那北方那些人说，这个完全是错的。我们需要拯救他们，我们需要救这些黑人。这是一个压迫的奴隶制度，神是反的。然后呢，战争发生。那你说政治上的拯救呢？第一点是救人出奴，这是最基本的，奴隶出来救出来，人能够恢复他的自在自由。这是非常重要的。圣经对人个人做决定很重视，神对人的自由很重视。你可以看出来，这个神他不喜欢压迫人，他不喜欢人压迫人，他也不压迫人，对不对？他不会逼着人怎么样，因此退回来这个神迹这个问题，他不会跑到人面前来啊，看到神那你马上相信了，那你自由失去掉。神不是这样的神。因此我们现在，我们你说你古那时候很看得清楚说那奴隶制度，现在人奴隶制度没有停止，还有在各全世界上。第二除了奴隶以外，我们现在了解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压迫，一代又一代的没有教育没有知识，然后呢贫穷，他们孩子又是贫穷又是没有教育，对不对？一代一代传下去，有一层就是我们社会他们不是奴隶了，可是他们卡在这个社会的底下，一层又一层，一代又一代传下去的犯罪，这一层怎么办？怎么救？怎么帮助他们？这个很大的问题。教会应该参与这个事工，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谈的是政治解救。政治解救，我们说有些人说他们自由选择，可是自由选择，他的假设是每个人都有完全自由，有完全可以选择。他们不思想说从小生出来就在一个贫穷没有知识的文化情况下，没有盼望没有未来的情况下生长出来的人，他能不能自由选择，能够突破他的情况。我们很多人，我们知道我们家庭什么样子，父母亲支持我们，鼓励我们，我们读书，对不对？注重教育，这是我们，这不是我们控制的，是我们生出来得到的，对不对？因此这些也是瑕疵，因为经济上社会经济上也是一种瑕疵，这也是一种政治的解救。因此我就说我们 Blackout 我们很注重帮助这个社会旁边社会 Madison 府社会，也是各这个地方区域也是国际性的，帮助不同的机构要改变这方向，帮助人能够脱离贫穷的情况，这也是一种政治解救。拯救教会，这是我们看到新约哈，旧约的故事是预表教会的故事。耶稣是一个逾越祭，你要看一下哥林多前书5:7-8，是他保罗就要说了，耶稣是我们的逾越节的祭，他的死达到我们的自由，让我们能够逃离这个奴隶。那奴隶是谁呢？那个埃及法老是谁呢？在新约里头，法老是撒旦。你说这个在这旧约那个政治解救呢，到了新约很清楚的看到说，这个世界是被罪的控制，对罪的控制下，因此呢，撒旦是埃及控制的世界呢，拯救是脱离罪和撒旦的压迫。我们在耶稣里头呢，得到自由，对，得到自由。可是呢？教会在没有从罗马帝国的压迫底下而得到政治解救。耶稣第一次来临是为了达到教会的灵性拯救，重点呢，教会可以逃离撒旦的控制的世界，为了崇拜神。第二次来是要达到世界完全的灵性和政治解救，那一天呢，这双方面的和平，两方面的解决。
可是在没有这天没有到时的教会继续工作，两方面帮助人灵性解救政治解救合在一起，双方面。因为就近来说，说实在了，政治方面的压迫就是灵性方面的压迫，对不对？为什么会有奴隶的制度？罪的方式，对不对？因为有罪，人才会说我要比他，我要用他当我的奴隶。因为有罪，我才会说这个人我可以控制他，我可以爱怎么样动他怎么动他。这种能力，这种喜好，嘿嘿，我有很大的权柄，多好。因此又因为罪才会说啊，我们白人比黑人强，我们中国人比谁是人高他们一层，对不对？我们退回来不谈白人黑人，我们叫中国人啊。OK， 我们也有这种种族的心态，对不对？我们也说我们中国人比大国人起高，比他们聪明，比他们智慧，文化比他们好，对不对？这种心态，把我们自己抬起来，这种心态，这种骄傲性的蔑视别人，抬高自己的心态，这都是罪的心态。我上次讲过，我再提一次，神的国度里头的爱是爱不同的人。因为你爱别人，你爱一个人，如果你有朋友说我很喜欢他，为什么？因为我们两个很相像。那你爱谁？自己，爱自己，对不对？这个人跟我去唱同样的老乡，爱自己。这个人他喜欢打球，为什么打球？爱自己。我们跟人关系利的关系怎么开始立起来的？都是以自己的基础立关系的。因此我们爱都是在爱自己。因此从家庭到同学到公司同事，最后到整个国家民族社会文化，都是自己自己自己。爱中国人就是爱自己。神的国度是爱别人。你看到一个人，我不知道你不喜欢谁，我大家都有什么不喜欢的，看不惯，走在路上，这个家伙怎么那个样子，对不对？神的爱是的第一突破，看见他跟我不一样，我有这个内在的一个不舒服的心，第一点。第二，看见这个，这是罪的记号。Okay， 这是那么基本的。我记得我女儿那时候两岁，第一次看到一个男孩，一个人，他是骑的那个 wheelchair 是怎么翻的？轮椅。他看到他进来，他就哭了。两岁，看到一个轮椅的人就哭了，为什么？因为没有看过，因此吓到。人怎么会穿坐在椅子上，他的蚊子会动的，吓到他。你要了解，人性是那么基本的，不熟悉的，不见的，没有不看，我们少见多怪，对不对？这个罪，这是那么积在的人心里头的，这是罪的记号。我们看到不一样的，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不喜欢，不熟悉，不要连在一起。认识这个记号，认识这是罪。然后神的爱什么样的？是突破的，是超越的。我看到，我知道这里头有问题，我突破它，我要故意去认识这个人，他跟我不一样，我因着他不一样，我去找他跟他认识，认识，然后怎么样呢？培养欣赏。他跟我不一样，哪个地方不一样？是好的，跟我不一样是好的。语言不一样，文化不一样，种族不一样，这是神的爱。这是神的爱，是把不一样的人拉在一起，互相欣赏，不是爱自己，不是因为、哦、我们两个连得很容易谈得很投机，因此我们可以连在一起当朋友，不是这样子。我了解这个意象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抓住。这是这个我们怎么样解救啊？怎么样开始关心？它的基础是这个，爱别人。问题？一个爱朋友、爱这些陌生人都还能理解啊，对，能一起学。比方说，有些人他违背了圣经的原则，就比方说他是一个疯狂的仿人工分子 ，OK 啊，或者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是，或者说他做一些在圣经上不允许做的事，比如说同性恋，是。面对这些人，你怎么去面对这些人？你问题是第一，他是人，他是
神的影像形象，他是因神的形象而造的，因此他有很大的价值，因此需要尊重，需要爱护。这是第一启发，这是启发点。第二，他是神爱耶稣为他而死，要拯救他。那他有很多地方在反叛神，对不对？可是世界上你见的人都在反叛神，我们自己也有部分在反叛神。因此这个问题，你只说，我给你一个例子好了。我在 Berkeley 的时候有个同屋，他是同性恋，我们住在一起。第一点，认识，问问题，了解，建立友谊，建立关系，认识他，这是最重要的。因此我先说，你先不用谈什么，就听嘛，聊天，听他说的话，了解他的，了解他的生命，了解 他的经验是什么样的经验，他活在这个世上，他受了什么样的压迫，他受了什么样的攻击，从小到大他的感觉是我跟别人不一样，他在看到我就不喜欢我，这种感受对他心灵有什么的打击，什么地方需要医治，我们可以摸出来，可以关系，可以爱护。你可以爱一个人，不会说哦，我跟你看法是同意说你的看法是一致的，可是我可以爱护你。这是人我们可以做到，对不对？这觉得我这是第一点，不要把人分成这一组这一组，他是同性恋，他是法轮功，把人分组没有意思，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子民，他跟我们都是不一样，有很多地方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照着那不一样的地方去爱他，接受他，不会因此而说同性就是对的，不会这样子，对不对？不会打到那个地方。可是从认识同性的人一直到同性的是对的，中间有很多空间，很多空间，爱是在这个地方，对，因为爱还是要说实话，可是我现在是要爱的，对，真的。 那爱的目的是不是让他们能够转变认识事实，而如果他们不认，最后还是不认识，跟着撒旦走，就是说还不爱。我们爱人的目的是因为他有价值，他们决定不决定他们要跟从神是他们的决定，是他们的决定还是神的决定？两方面吧，他们选择，对吧？他们跟神的关系他们要谈。你说我们现在，尤其我们是做父母的，我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有一天我们孩子会成长到一个地步，他们需要自己决定跟神的关系，这是同样的，我们需要放手，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一个人，让他跟神，让他，我没有把他爱他到进入神的国度，我们只能爱他，无条件的爱他，而不能。如果他们一个感觉的时候，如果有一个非基督徒你认识的，他的感觉是你认识我是为了要我信耶稣，他们不会信耶稣，对不对？他们感到说是这个是一个条，这个爱是条件性，对不对？我们爱人不是因为。我们希望他，我们爱他是要对他最好的，因此我们盼望他信耶稣。可是我们的爱不是，这不是条件，对不对？他们不信耶稣，我们照样爱他，这不是条件，不等号。是，有时候我们讲到要爱罪人哈，是要仔细看起来，就是我们要爱这个人，而不是爱这个罪。对，我们爱罪人是爱自己哈，爱罪人，对，爱这个人而不爱他那个罪行，对。那么中文里边有一个成语呢，叫同流合污哈。啊，这个同流呢，就是说，对，就是要把它同到我们这种信耶稣基督这个流潮流来，而不是说要和他那个污秽的。是的，了解，了解这个意思。你说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啊，在你说我们这有两个事实要抓住，一个是我们接触的东西会影响我们。对不对？因此尤其年轻的，他们接触人，他们会被他的朋友影响到，这是一定的。我们这是什么中文是怎么讲的？这个进什么进入者，对，这进入者就是我们碰到的人会影响我们，这是一定的。另一方面，神不一样，神碰到影响他人，对不对？因此我们上星期就看到说，他在那个肮脏的土地旷野中间呢，他说是圣地，神的存在把那个地势变成圣，
我们通常概念是脏的和干净的碰在一起，干净的变脏，对不对？神的概念是神圣的和脏的碰在一起，污秽碰在一起了呢，污秽的变成神圣。问题是你是哪一个哪一类？ Okay, 这是对自己的很清楚的了解。我是你说你这是对自己很了解，因此我们说啊、哦，你有些年，我就那是有些年轻的基督徒，他们说啊，我跟我的朋友能混在一起，是我要跟他传福音，我就没有，根本他们是教会玩教会，出去跟他们玩，他们两边完全不一样的。他是星期一到星期六是一种人，星期天是另外一种人。这只是很多年轻基督徒被这样骗到的，因为他说我跟那些朋友在一起了，说跟他们传福音，我才做一点好事，其实什么也没有，他们被影响，没有在影响别人。你说对自我了解很重要，你是哪一种？你是进入一个情况，造成这个情况的污秽变成神圣吗？还是你是一个干净的，被脏的变得肮脏？这个是需要了解的，这是一个了解。你可以知道你进入一个情况是能够转变的一个情况。对，认识一个人，觉得他是一个很当他的朋友。你自己的转变是基础，你去爱他，帮助他。如果你还没有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小心点，你需要有很更清楚的基础，对吧？你需要有很清楚的基督的朋友，对。我们年轻的时候，年轻基督徒，他们尤其是高中的基督徒，他们大学基督徒，他们自己没有自己的基础，他们跑出去。然后在那边混来混去，在那边混来混去，最后没有任何影响，只是被他们转变，这是一个问题。可是我们最后有些人在教会里躲得太厉害了，只认识都是教会的人，对不对？不敢出去了，旁边的外面都是世界，都是误会的，不敢碰，这是一个问题。没有别的问题。神是救主，耶和华是他说，神是耶和华。旧约的故事，这个旧约的故事，逾越节的故事是预表我们教会的故事。我们是从罪和世界的压制的压迫上逃离出来，拯救出来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是得了自由。我们上次谈加拉太书的时候就看到这一方面，为了自由，我们被释放。因此我们可以有自由的可以去爱，自由的可以去侍奉，这方面我们回到这地方很重要的。Okay? 很多人说我们是，有些人教的时候他把教成我们还是在罪底下，需要知道我们有这个自由，我们还犯罪，我知道我们没有谈不谈完成，没有不谈是完成人，不谈说我们永远不犯罪，不是的，而是我们不是在罪的压迫底下，我们不会说想做的做不到，不想做的拼命去做。这是一个情况，不是我们的情况。我们能够突破，能够克服，有神的帮助，认识神的帮助，可以托付，可以克服。没有别的问题。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说了很多东西关于你的事情，你的灵在这里，你的与我们同在，你听了我们的话语，你听我们的问题，你知道我们心里的情况，你真的是认识我们，真的是爱我们。我们感谢你的救恩，也知道我们的得救的意思是能够加入你的计划，在这个世上帮助别人的拯救。灵性上头，政治上头，解放，帮助，保护，给我们爱的心，让我们有智慧，能看见自己的罪，开始爱人，不是为爱自己的缘故，而是因为是你的形象。谢谢，祷告奉主圣名求。